国庆长假归来，电视剧市场也再次迎来了一波小高潮，这两天扎堆上档的剧个个来头都不小呀，古装偶像、言情都市、回眸搞笑、虐内 IP， 那是一个都不能少。看来各大播放平台也都是抓准了长假之后，大家依然意犹未尽的那颗心啊，正在浙江卫视22点就播档热播，由张翰领衔主演的《传奇大亨》一剧，算得上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了。既没有走时下流行的 IP 改编的路子，也没有在剧里塞满流量担当的鲜肉小花，而是第一次把中国首批电影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历史完整的呈现观众面前。开播不过两日就收获了不少好评，好多电影迷都来为本剧打电话呀。除了剧情走大开大合的正剧路子之外，剧中演员的表演更是其中的圈粉亮点，尤其是在第一集中重返18岁的男主角张翰，一出场这清爽的造型让人恍惚回到了学生时代。剧中张翰扮演的男主角顾炎梅出场时还是念书的学生，年龄设定约莫在18、9岁，一身民国学生气十足的灰色中山装，加上没有过多修饰的顺毛发型，整个人就散发着一种气场，朝气十足。这汽车少年的形象也是青春到美贼了，只是这小顾同学一出铲车还没骑几步路就不小心把妹子给撞了，除了赶紧把妹子扶起来之外，顾炎梅道歉的方式也很思路清奇，按照言情小说的展开该是问妹子需不需要去医院之类。看来小顾同学果然是 real 耿直骚年，这次张翰放下鱼塘总裁和鲁莽富二代的形象，挑战这番少年感的角色竟然也是毫无违和感，而捧到妹子几乎敲诈一般的死缠烂打，顾炎梅更是一听就明白妹子想要讹钱的心思，于是选择毫不客气的拒绝。这个回答小贱觉得大家可以记着，以后遇到碰瓷的人可以用动态感受一下汉哥的震惊脸。这边是面对美色绝不折腰的耿直骚年，不过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电影，顾炎梅可以说毫无原则了，为了参与到电影相关，他甚至不惜去做要穿着人偶道具服无法露脸的底层龙套演员，甚至因为没什么经验还被导演嫌弃地不要不要的。不过这段播出之后，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张翰这完美还原跳跳虎的造型给吸引了。小贱随手一拼就问各位客官，你们觉得像不像？甚至一夜之间 TAOBAO 上已经有了张翰老虎的同款戏服，看看这个销量，看来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跟张翰穿同款情侣装了。穿着这身戏服的张翰似乎瞬间散发着一股梦神的气息，他接过雷导演给的胶片的时候，像不像是一个收到了最爱的玩具的小孩子一般，那专注又小心翼翼捣柜着的神情让我们感受这个角色对于电影的热爱，真的已经超越了一切。甚至脱下了这身衣服的他还不忘卖个萌，可以说这只老虎是顾炎梅的真爱了。看多了慕容云海、堂主这样的角色，对于张翰观众难免有一些固定的霸道印象，但是这一次张翰很好的把握了顾炎梅有作为一个家境不错的小公子性格上略傲娇的特点，但是他对于工作十分认真、勤勤恳恳的态度也是这个人物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小贱觉得顾炎梅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一股少年才有的无畏热血，这点在他强烈建议三个哥哥放弃自家经营多年的戏曲舞台改行去拍电影的决心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相比之下，他的三个哥哥虽然比他有着更多见识和阅历，却没有他这般的胆量和魄力。也许是因为他们是见过社会残酷的人，深知每走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随时都可能面临倾家荡产的情况。但是也许是因为恰恰没有这般小心，作为小弟的顾延梅则是一股脑地带着电影理想往前冲的人，因为他脑海里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拍电影，而少年是需要成长的。虽然最终顾延梅劝动了哥哥们拍电影，并且他们的首部作品就大获成功，但是事实的一泼冷水也让这个刚刚迈入梦想正轨的少年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游历欧洲，对于电影艺术有着广泛了解的丁先生，算是继雷导演之后对于顾延梅有着重大影响的人。虽然他说话十分犀利且为人自我，但是从他的批评里，顾延梅认识到了自己的电影还远远不够他心中的艺术品，小小年纪就有着这般的感悟力。果然未来的传奇，未来的大亨，只能属于这样的人物。演出这部剧时，张翰已经过了30岁，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而立之年的男演员，要演出剧中角色毫不是快的清爽少年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当小见我看到张翰在剧中唱起那首最简单也最动听的小星星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难得的纯情。相比这份清爽感，也是得益于张翰多年以来对于自我身材和外貌的不懈管理，以及不断在精进的演技，让他扮嫩也没有丝毫的做作感。之后他还要演30岁、40岁、50岁年老的顾延梅。小健先带大家感受一下中年的顾延梅的眼神，是不是和少年的他完全不一样了呢？看来这次张翰在演技上可是下足了功夫，毕竟这是第一个让张翰直呼顾延梅就是我的偶像的角色。对于这一次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挑战，张翰也是抱着拼了的决心在挑战。张翰在采访中坦言，作为演员，他自己的梦想是在不同阶段不断更新的，就像顾延梅一样，在不同阶段对电影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能坚持下去顶住压力才能更成功。短短几集，我们已经看到张翰奉献了一个完美的热血且耿直的少年顾延梅，之后的青年、中年、老年的顾延梅又会是什么样的？未来的电影的大亨会有着怎么样的转变？周一至周四每晚22点守候浙江卫视，或者登录腾讯、爱奇艺、优酷等平台，让我们拭目以待张翰的表现吧。